我们这里准备了六个名额给台下的朋友们，谁要上来玩游戏的，请你们举手。举一下手，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。要是大人，因为小孩的话，小孩怎么回答不出来？要上来吗？谁要上来的，请举手，请举手。在后面有一位，有一位，他举手了哦。后面有一位举手，可以上来，可以上来。我们要请六位啊。请两位啊。小东西上来吧。好啊。有奖品的哦。有奖品的。很简单的，可以上来。还有没有？好，好，过来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还有一位。五位，最好是。哪里？啊。你就可以了吗？就是轻松一下的游戏啊，不是很难的。这是。拉红线啊。飞吗？你就可以了吗？小的上去吓人了。OK， 先来说一下游戏规则，这是个知识比赛，考语言的，只能说普通话，不能说别的方言，不能讲青田话，也不能讲温州话啊。不能随便说，说的语言要到点到位，啊，他要讲得漂亮啊，不能乱讲，说的合乎问题，而且说的要有气力。普通话不是讲得很标准，是有点难度的，对。一边要考验你们的肺活量，同时还要考验你们的智力反应。OK， 现在我们分为三组，每组两个人。你们两个一组是吧？那就你跟小丹，要么换一下，小丹跟他一组，他跟他一组，好，可以。后面你来这个，那你跟他一组吧。每一组8个问题，每个问题的答案都不能一样。那一组先开始吧。我们去哪个？继续。每一队。过来，你们这个，先把这个点着。不能超过这条线啊！我们先让男主持人给你们示范一下，不然等一下说第一组不公平是吧？我们先示范一下。你先问一个问题给我吧。你习惯性的小动作是什么？打呼。没有，就是要用把它吹，但是不可以吹啊，只能是用字这样子把它弄灭。你喜欢什么季节？女的先哈，男的先，你先。女的先。最喜欢什么季节？不能用吹的。答案不能一样。是。不远，正好的。
秋天嘛，来点叫秋天。对，没练过，没练过气功是真的不行了。等一下，看停了没有？前面。不要在这个上面动啊！我这个上面在拍东西啊，好呗。那边差不多吗？那边差不多了。那重新开始计时啊，这一道就不算了啊。开始。开始了。你现在最想谁？哈哈哈哈哈！不能吹了，不能
什么颜色？点起来，点起来！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紫色。点上！如果你中了500万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买房。时间哦。买房。买房子。睡觉。不对吧？中了500万也想睡觉？为什么要睡觉？你最喜欢什么运动？运动。不是运动，打球。打球好。可以。请问你们最怕什么东西？老虎。老鼠。什么？狗啊！再来一次，请再来一次。要吹的，有吗？什么？不可以，不是动物，不是，不可以，怎么可以说人呢？就随便说，为什么都可以对说人？蛇，当然。可以。OK， 你的手机除了发短信还能干什么？打电话。不是发短信就是发信息一样。不是，发信息就是发短信是一个词。太高了。没事啦，一样。除了发短信还能干什么？你最喜欢什么发型？别动，好吧。卷毛。你最喜欢吃什么面食？面。时间到，好了，话题已经结束，3分31秒。好，接下来第三组，最后一对啊，最后一组。好了，快要开始了，准备好啊！开始，你现在最想谁？你唱过。时间。用点力气啊！别唱过。下一题。OK， 你最喜欢的交通方式是什么？交通方式。飞机。快点。OK， 好的，通过。如果遇到多年不见的朋友，你会拥抱。你刚才说了什么？抱他。OK。好，可以。请问你们最喜欢过什么节日？这么兴奋干嘛？请
可以乱说没关系啊，可以乱说。不知道。太多字了，是不是？太多字了，不知道啊。如此如此如此。OK， 你最喜欢哪个国家？什么运动？爱老婆。坐下面哪位是他老婆？哪位？好了，时间到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我已经记下来了。OK， 是3分35秒。是最后一个是吧？那还是第一组第一第一组第一，第二组第二，第三组最后。我们这里不过没关系，每个人都有奖品。对呀、啊。陈慧，陈慧，给你掌声。你们要不要上来吹一下？陈慧。给点掌声给他们，很不容易才把蜡烛吹灭的。看手机。好，安静，谢谢。